您啊，一定想不到普通的蘑菇可以做成招牌菜，而且是桌桌必点。把花椒、小茴香、八角用小火炒香，晾凉了擀成椒盐。重点二，小葱叶和青椒加水打成汁，加入淀粉、蛋清、盐，调个脆皮糊，加入面粉、胡椒粉，继续搅拌。开火倒入油热锅，蘑菇裹上糊，炸至定型，捞出。待油温升高，再次复炸，这样会更脆哦。撒上椒盐开吃，外酥里嫩的蘑菇，带着葱和青椒的焦香，再撒上这飘香的椒盐，绝了！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哦。